喂，妈，羊水破了，现在要生。妈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看我可不可以请假，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学长，是夜到授课。学长。 湾台湾台，同安九幺呼叫，请问病患现在状况如何？病患30几岁年轻人，刺中心噎到，疑似异物梗塞，已经 O 卡，我们正在指导家属做 CPR。好的，大约3分钟后到。喂，妈，我现在出紧急任务，我没办法回去。他们血库没有血，那你赶快请他们调血啊！ 妈，你就签名就可以了。现在掉血重要。学长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 爸爸，你CPR做得很好，帮我继续啊！我刚吃到一半就噎到了，我们怎么弄也弄不出来。OK，准备 AED。接上电子器，将右心室肺插头插入闪电塔。爸爸，停止 CPR。气进不去。 学长 ，assist 继续视频，我都进。Thank you。 不用给那么多。二三四五六，正在分析病患。帮我暂停一下。不要碰触病患。嘉轩，有 reason。珊珊，那什么意思？有心跳了。妈妈，你帮我继续6秒一次。好，一。 小花姐，帮我签一下。嗯，快点，我赶时间，我这里有事。啊，好，这样就可以。谢谢啊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医生说我儿子没事了，真的谢谢你把我儿子救回来。还好有你及时帮忙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我们办个手续吧。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 对对对。